难道他是我的亲师？罗总，楚萧辉不见了。他不会来了。 我根本没有邀请他，我想邀请的人其实是你。我，于仙仙，我说过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对不起，陆总，之前邀请你，确实是我错了，我会尽力去补偿你的。那你让我的倾慕者架空我的公司，这件事情该怎么算呢？ 你是叶雪？初见你的时候便觉得很熟悉。那一吻，让我想起来了所有。新仇旧怨，是时候该算算。之前我觉得，我的人生有一定的轨道。 只需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往前进就好。其实不然，我的人生早就被你变成了一团乱麻。对不起，我现在也很乱，我怎么没搞清楚状况？你昨天说，人们喜欢霸道的爱，其实是因为喜欢坚定的感情。所以于贤贤，你需要付出的代价是。 成为我混乱人生中的那个尖顶，于贤贤，我喜欢你。什么？不管我是烈爵，还是陆昊天，女人，我都对你动心了。 这一点我很清楚，你很清楚，可是，恭喜您，任务已完成。小说《谋爱成婚》，霸道老公缠上身，变更为《酒庄传奇》。任务完成了，请收下本官任务奖励。 消失了，消失了。为什么陆昊天他有烈爵的记忆？他们不是两本书主角吗？或许这一切都是巧合，也或许是前世的姻缘。姻缘个屁！也许完成第三关情谊篇即可揭晓谜底。那我还能再见到他吗？也许可以，也许不可以。哎哎哎，喂，你们系统是不是有 bug 呀？人物长一样，思想也串台，什么破游戏？很清楚，一点也不清楚。 我都对你动心了，这一点我很清楚。为什么被这句话给洗脑了？不能想了，可能以后都见不到了。听说今天又有一位很重要的总裁来酒店入住，听说这位总裁特别低调，说不定呀，他刚刚已经入住了，我们都没发现呢。重要的总裁。
恭喜您开启第三关情迷篇，本官为小说《一夜藤宠》总裁老公请节制。会是他吗？您好，欢迎光临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？我想帮我的老板预定今晚的总统套房。好的，您稍等。订满了，难道是他？您好，不好意思，女士，今天我们总统套房已经订满了，不接受预订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有人住了？是的，我们还有其他的优质房型，您需要了解一下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对了，请问你们的餐厅还是八星级别的吗？当然是的，我们是八星酒店，餐厅肯定是米其林八星呀。喂，你好。主厨，你还好吗？他说过好吃的，他明明说过好吃的。冷总，今天这道素牛排还合您的口味吧？很好，我吃得很开心，谢谢你。谢谢冷总夸奖。新的总裁还会是他吗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。你说这么好有什么用？就在刚刚，餐厅的八星被人给摘了。你说是不是，于经理？于经理，他到底长什么样啊？他果然欺骗了我。哇，那到底长什么样子啊？奇耻大辱啊！奇耻！作为全球唯一一家八星级酒店，餐厅竟然不是米其林等级，那以后还怎么说我们是全球最奢华的？不，我绝不能允许因为我的失误给酒店带来名誉上的损失。
这样。